是乌鱼茶 Alexia Gatti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书桌。我在一家买了这个放在书桌上的小桌子，它有个小抽屉，可以收纳一点平时在用的东西。我很喜欢这个化妆盒，也是在一家买的。这一盒散粉因为太大个了，放不进去。里面一打开是一个镜子，然后里面有很多格子，可以放我化妆用的东西。我的化妆品很少，都在这里了。这个盒子的手感也很好，它有个镜子可以立起来化妆，这样我就不用站在厕所了。我书桌前的窗户一打开就是对面的楼，还有那边的街道。唯一的缺点就是灰尘会有点大，我在窗户上面贴了玻璃纸，这样会更加有隐私。我把数据线放在这里，这样想充电的时候在这里可以找到所有的数据线。这个书桌真的是很小，这是一条丝巾，因为抽丝了被我拿来当桌布。我觉得质感很好，我很喜欢，唯一的缺点就是很容易乱。今天的天气很好，我的宠物们也在阳台上晒太阳。我住的地方是一个海滨城市，走出去两条街就是海边。这是我种的多肉植物，右边的那一盆是街上捡的，这是我插的梅花，不知道会不会长出来，是腊梅，很漂亮。那么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